非常震撼，可是这种感觉就是说你觉得哇太黑，你觉得受影响，这种的感染的元素常常影响更多的。所以我们知道以前有什么新闻，五个孩子吃一碗面，对不对？五个孩子吃一碗面，他就觉得很同情，这是感染的力量，觉得这家那么穷，他们只能吃一碗面。类似的这种的新闻元素，各位如果有一天看到类似的场景，会让你很感动。有机会把它拍下，或把用文字呈现下，它就会变成一个很好的经验。那你可以说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让我感动。其实，简单的一个标准，如果你会觉得感动，